我们这是去哪儿？这不是去成毅铺的路。这是去码头的路。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放我下车！欧阳小姐，老大吩咐我们把你安全送走。你放心，你要的老大都把你安排好了。今天督军府办订婚宴，正是防备最松懈的时候，不会有人过来追。啊！原来是你，我才不要走呢！放我下去！欧阳小姐。 老大也是担心你的安全，他办完事后来找你会合的，就配合一下。恭喜啊，杨总！谢谢，谢谢。万华，我先过去一下。老爷，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开始？家浩在等月儿呢。 家浩，爹，月儿呢？小月去取衣服了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。这个点儿，船应该开了。 欧阳小姐还在吗？什么？小月没来过？你把小月藏哪儿了？你自己的新娘你看不住，人不见了，你问我要什么？ 你打的什么主意？自己心里清楚。哎，看来今天的喜酒是喝不成了，你慢慢发疯，我回去睡觉。别走！小月有个三长两短，要你的命！什么？大庭广众的，不嫌丢人吗？爹，小月不见了，会不会有危险？儿子，别着急啊。 整个红城都知道，他是我们督军府的儿媳，谁敢对他下手呢？老爷，要不派人去找找？李副官，有。传令下去，封锁红城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玉儿。是。还不去？ 小月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打电话给程一铺，他们说你没去过，我担心你出事。我走到半路上，想起家里还有件礼服，是母亲当年订婚穿过的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想穿这件更隆重些。梁伯伯、梁伯母，回家拿了件衣服，抱歉让大家担心了。 今天是我很重要的日子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破坏的。没事就好。对对对，没事就好，赶紧准备准备，宴会马上就开始了。嗯。哦，家浩，我先上去补点妆，一会儿就下来。快去吧。 大小姐，老大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就乖乖听他的话吧。天秤，秦季风会为了我好，简直可笑！快停下！
老大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就一点都不领情啊？你以为之前你昏迷是谁给你找的医生？这次他为什么一定要送你离开？陆阳小姐，陆阳小姐，放手！大哥有何指教？为什么不走？我不明白大哥的意思。今天是我订婚的日子，我为什么要走？你再不走，今后就没有退路了。弟希望大哥自重，今日之后我就是家豪的妻子。妻子？你真的要嫁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吗？那我就再说一次，我和家豪的情谊远远不是大哥能够想象的。恭喜恭喜啊！家浩，我告诉你，督军府长公子的身份是我的，这婚约也是我的，这里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是你在和我争，我杀了你！这是哎呀，咱们也得互相关照。是是是。家浩，家浩，你别打了，金俊峰，你住手！是梁督军的儿子，别打了，小点声，救人！家浩，别枪！家浩，家浩，你别打了！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